主料，鸡胸脯肉250克，毛豆25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生抽、鸡精、清水、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鸡胸脯肉洗净切丁，现浇洗净切小圈备用。包好的毛豆买回来洗净备用。热油多，下鸡丁煸炒，煸炒至鸡肉变色，加料酒和生抽炒下，把毛豆放进去翻炒一会，加适量的清水煮至毛豆熟透，把鲜椒放进去，同时放适量的盐进去炒均匀即可。爆鸡精装盘，烹饪技巧，毛豆要煮熟透了才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